与野丫头，来，空调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哦！今天是9月20号，就爱您，朋友，咱来感受一下。你撒什么野呀、啊？哎，傻瓜，你骂什么人呀、啊？你不是傻瓜，不会把你骂。你不是丫头，不会把爷杀。我叫你一声赵月娘啊，哎呦喂！我知道你是好哥哥。是傻瓜，不会把你骂。你这丫头不会把爷杀。我叫你一声好姑娘呀，哎呀喂！我叫你是好哥哥呀，哥哥呀喂！今天河边有位好姑娘。真的一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和平有两天现在收看 High Class 歌厅秀，爱国下这个单元，咱就运出来做主持。咱今天的节目，时间是下午1点至5点，然后足足3+1小时。因为我们的节目有特殊，特殊的情形，都是唱这些老歌，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小哥，小哥好，谢谢你又带领我们两个这个野丫头来唱这首歌，然后傻瓜，你今天当傻瓜。哎，我们两个，不要太傻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就好了啦，不是啦，那是唱这首歌的关系啦，哈，没有。那今天的这个节目也很丰富哈，所以很精彩，好朋友你们就尽情的期待，锁住我们的节目，尤其是在手机上面哦，哎 ，High Class ETV 网络哈，帮我们用手指动一动，帮我们分享出去哦，哈，感谢你们，好，那节目很这个丰富，所以时间很紧凑，赶快介绍下一位，下一位是我们第一次的同学哈，第一次的同学袁丽珍，哎，听说他在这个某个电视台哈，常常去那边歌唱比赛，都有得名呢哈，对，哎，所以今天他为我们带来好听的国语歌曲《爱上你是个错》，来，和平又共同来欣赏。